洪秀柱现身高雄左营眷村，无论是阿姨、叔叔，还是上了年纪的老伯伯，大家都拼了命的向前挤，抢着要握手拍照。柱柱姐受到像明星般的热情包围，脸上笑容好灿烂。国民党全代会前夕，洪秀柱特地安排两天的高雄行，第二天选在左营眷村，故装意味浓厚。但高雄蓝营却流传一份基层国民党员的真言联署书，酝酿卡住。任何纷扰，任何传言，我们用坚定的力量把他们打碎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一关一关过一关，一起大家一起努力。洪秀柱高喊一关一关过，因为这份联署书话说得很重，上面写着洪秀柱一中同表的集统主张，即一席我不能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，这对走中间路线的国民党情何以堪。面对总统立委全面大败的可能，全党上下应该面对现实，策不对改策，人不对换人。不只有卡住联署，立法院长王金平也婉拒出任洪秀柱的竞选主委。我不能担任他的选委员的理由讲得那么清楚了，所以希望他不要为难我，为难我就是为难整个我们这个立法院。王金平说洪秀柱方面还没有人跟他联络，但希望洪秀柱不要为难他，为难他就等于是为难整个立法院。至于卡住联署书，王金平说是这几天才听说，希望大家不要再有卡的行动，对于有些人的个人行为他会尽量劝阻。记者高院台包经营 SNG 小组高雄台北综合报道。